Mr. Song. Is this your idea of fair play? 您认为我们必须依赖你们的技术，用几倍的价格卖给东海厂催化剂，这就是你所谓的 fair play？ 广交会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贸易盛会，不就去广东吗？那我们就跟外国人签合同，咱们农民进广东，进广东。 咱们要在广交会上拿到体量足够大的外包订单，一单都没签吗？人家就来问问价钱，不是怎么回事呢？要想竞争的过别人，要做一些新的别人没见过。我觉得这是一门好生意，可以赚钱。你在这个旁边建一个风情街。 把欧洲所有的风情全部整合起来，杨总，我想以后跟着你干。因为我们有绝对的价格优势，让洛达和东海双赢，而不是两败俱伤。We have a deal. Thank you. 我们订单数额比较大。他们要多少啊？1000万。1000万啥？1000万美金。1000万。 There is an old saying in China, 30 years east and 30 years west. Maybe one day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the center of the world.